泰国清迈气候宜人，四季分明，生活成本低，加上慢活的生活节奏，又曾经获选亚洲十大宜居城市之一，绝对是宜居、退休、度假和投资的首选。泰国龙头发展商 Sensily 在清迈首度推出后系列的宠物友善旗舰住宅项目 Mekin House， 亦是第一个曼谷以外的 House 项目。Sensily 的 House 系列一向都有良好声誉，出名高品质、准时落成和高入住率接近 100%， 受大量投资者和租客追捧。拥有40年房地产经验的 Sensily 专门打造各大奢华别墅和公寓项目，在泰国已经完成超过400个住宅项目，质素绝对有保证。Mekin House 位于清迈市中心最大购物商场 Central Festival 隔离，步行两分钟就可以到达。距离 Maya 百货都只是10分钟车程，同样揸10分钟车就可以到达凌曼商圈。这里有不少特色小店和咖啡店，夜晚的凌曼路就会变身成 SOHO 区。Mekin House 亦都好近清迈古城，只需14分钟车程。嗰度星期日仲会有 night market， 美食、消闲、娱乐近在咫尺。完善嘅社区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去到美国驻清迈总领事馆，仲有清迈国际学校 CMIS， 能够满足有小朋友嘅家庭。对外交通方面，8分钟车程就到泰北主要客运巴士站同清迈火车站。大约20分钟车程就去到清迈国际机场。未来清迈亦都会发展轻轨，连接机场、清迈大学、国际会议中心。项目预计今年动工，希望2028年通车。设计的绿色线将会有个 Central Festival 站，亦都接近 Mekin House。泰国和日本亦都签了合作协议，将会兴建一条连接清迈和曼谷的新干线。第时来往两地就由12个钟大减到3个钟，在铁路效应带动底下，将会为项目带来庞大升值潜力。项目的另一个大特点 ，Mekin House 亦是 Sensily 在清迈第一个宠物友善项目。设有过千尺的宠物公园之余，宠物友善专属单位会考虑埋宠物的需要，会有专为宠物设计的家具，例如爪板和阳台栅栏等等。私人会所设备方面接近30,000尺，包括泳池、健身室、瑜伽室、共享办公室空间、会议室、pantry corner、电动车充电站等等。Mekin House 设计灵感来自清迈自然风光，将当地的独特景观融入项目，令人有置身森林、山峦的感觉，放松身心。预计提供250个一房到三房单位，面积介乎374到966尺。是清迈罕有三房双露台大单位，售价由港币76,000起，只需 35% 首期，预期租务回报高达 7%。项目预计2025年落成 ，Asia Bankers Club 抢先泰国当地推出。有兴趣的投资者记得把握机会，出席独家讲座，索取第一手价单，了解更多关于 Mekin House 的资讯。